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麻烦台长帮我看一下75年属兔的男的，他的身体和事业的状况。75年属兔子的。对。啊，身体不好，他身上有一点点长东西呀、啊。哦，有灵性是吗？嗯，颈椎非常不好，脖子非常不好。这样要怎么？怎么不鼓掌的啦？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？什么？啊、哦，年纪不大，这个对，是你爸爸是吧？不对，是我先生。是你先生是吧？年纪轻轻啊，前列腺也不好。前列腺不好。小便多呀。哦，对。堵塞。对对。明白了吗？对对。这样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你们家有灵性哎，你们家进门的左面上面啊，经常有声音的。晚上。进门的左边上面。你晚上听到声音不啦？之前有。啊，还是有啊。还是有。一个灵性在那里啊。好。跑来跑去。嗯。这样要怎么样做呢？再给他念37张小房子。给他念37张小房子、啊，给小房子念呢，还是？给你房子念。给房子念。怎么给小房子念啊？这样，你刚才说我先生的颈椎不好。对啊。那个要多少张小房子？颈椎不好，78张。78张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先生有多疑症，怀疑心特别厉害。对, 对, 对。包括怀疑你。听得懂吗？对。啊，你老实一点嘛，好了。这样可以看一下他的事业吗？啊，他的事业啊，做小生意赚不少钱，嗯，蛮好的嘛，怕老婆，有时怕有时不怕，嗯，做了坏事就怕，做了不做坏事就不怕。哦，这样、嗯、好，谢谢。不敢讲了他。嗯，没什么大问题，经济上他能够，他基本上他上辈子不失财很厉害，他这辈子有财的，财运有的啊。因为最近有点不顺，所以想一般一般，我没说很好，一直会有钱的，没问题的。好好，好吧。好，谢谢。想顺便问你，多帮帮他吧。他就是不信，所以我现在在帮着念经。你帮他念经，你事业上也能帮到他的。你这个人有点帮富运的。他不知道，他只是他不相信，听得懂吗？就是他不相信。哎、嗯，没关系的，很快就相信了。很快就相信。两年半，他还有两年半的缘分。嗯、还有两年半的缘分，嗯、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嗯、好、嗯。我想请台长帮我看一下，我自己本身有没有灵性？你呀、啊？76年属龙的。啊，你有打胎的孩子掉过的。对对，我已经念小房子超度了。没走。没走。这样需要些多少张小房子？你要特别当心啊，他们在弄你的腰啊，你的腰很不好啊。好。整天腰酸背痛啊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而且你的记忆力很差，他们经常弄你的记忆、啊，所以你的脑子搞不清楚。刚刚放在这里又忘记了，这个东西放在那里你又忘记了。这样子我自己本身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67。67，好、嗯嗯。好。还有想请问台长，我刚刚恭请了那个观世音菩萨慈像，想要帮我看一下佛台要设在哪里。进门靠左面，进客厅，进客厅的靠左面有个窗户。对，边上。对，谢谢台长，感恩台长。他家里蛮漂亮的，家具也蛮好的。啊、谢谢台长，可以帮我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我的小男人吗？什么叫小男人啊？小孩。小孩。是你的小孩不啦？对对对。你的儿子啊？我儿子。儿子啊？
一般不能看那么多啦，再看两个，给你看看嘛。来了，这个儿子还蛮老实的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属黄花鱼，溜边走。04年属猴子。当心啊，这儿子有点点自闭啊，不愿意接触人，喜欢一个人在房间里，听得懂吗？他们都喜欢在房间里玩电脑。人很好，要叫他好好管管他的，多跟他沟通，多跟他交流。好。他会看一些不好的东西，胆子嘛又小，看了嘛又不敢说。好。你要台长刚刚看到了，你要叫他好好教育。小弟改不改毛病啊？听爷爷的话。拿着手榴弹。他不大会听中文。啊。也懂是啊是。Don't watch too much about some of the news and the bad news, okay? Watch too much. 是。感恩图，感恩台长，感恩。好好学国语吧。好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好好学国语。你这儿子，你要有空帮让他学学国语啊！这孩子有点点自闭，有点自闭啊！你们两个人一争吵，他就吓得嘞。所以你们两个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争吵，明白了吗？好。教你们窍门，要争吵，就把门一关，跑到外面去，然后打起来我也不管。不要给孩子造成伤害。好了。谢谢师父。